主啊，我们要求你来到我们当中啊，你来啊掌管今天的机会，祝福我们的这个外面的招待员，我们台上的啊敬拜团，今天的主席和今天的讲员，主啊啊，你来保守啊，给我们知道啊你的话语啊，通过这个讲员啊，给我们啊学习啊你的圣经，你的话语全部都从你那里来。主啊，外面下着啊差不多很大的雨，主你来保守啊，在路上的弟兄姐妹要赶出来的，你保守他们的平安啊，啊给他们平安来到教会。等下我们的教会散了的时候啊，就没有再下雨了，保守我们的路程。感谢主，我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再度带着感恩与喜悦的心来到了我们神的面前，请大家站立起来，我们要大声宣告，耶稣是我们永恒唯一的希望。 Amen。 他可以将忧伤化为喜乐。 Amen。 将惧怕变为力量。是的，我们耶稣他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因为要救赎你和我。 Amen。 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神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远为人开光。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在事情顺利的时候我们才来赞美，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更加要赞美他。一切歌颂赞美都为我主我一生，你是配的歌颂你赞美，哦哦哦哦，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神。走进你的殿中，我们要来敬拜你，我们要来诉说恩典，数算你的荣耀。求圣灵成为我们的保护和提醒，让我们有智慧分辨和判断，做合神心意的事。阿们。
主耶稣，求你保守你的信徒们对主的真理坚定不移，我们的心要坚定不移，并引导更多的迷失的羔羊找到方向，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的福音一定要传遍全世界每一个角落。是的，主耶稣，阿们。
在神岂有难成的事，他守护着我们，给我们力量去抵挡一切的挑战和考验。我们要今天就在今晚，我们要自己宣告祝福将要临到这里每一个人的身上。 Amen。Awesome.
会，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门。我们把时间交给下位。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神是伟大的， Amen。 我们的神是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的神。牧师，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欢迎你们回到神的家 SLA 教会，也欢迎线上的朋友们，你们好，欢迎你们，上帝祝福你们。当中有一位新的朋友是吗？好像上了厕所，等一下表姐我们来欢迎他。是的，我们的主是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的。我们信主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福气。主带领我们进入光明、离开黑暗，对吗？姐妹们，弟兄姐妹们， Amen。 好，我们现在请招待员准备，我们要低头祷告，为奉献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的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都是你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的心因耶和华欢喜快乐，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谦卑的人都欢喜快乐，阿们。是的，感谢主，他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流出宝血，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他的宝血我们得医治。那么我们要什么来报答他呢？现在我们就以金钱来奉献。是的，主耶稣，我们要以金钱来奉献给你。你的话语告诉我们，凡富裕的，必多。我们讲这一句：多种多收，少种少收。我们相信这句话是真的，但是我们不赚那。我们给的甘心乐意， Amen。 是的，主，你祝福甘心乐意奉献的手，祝福他们的家庭，祝福他们的事业，祝福他们的工作，还有他们孩子。我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我想问我们当中有新的朋友在当中吗？有新的朋友在当中吗？有吗？有的，请你站起来。哎，我们今晚有一位新的朋友叫阿甘姐，来，我们以热烈掌声来欢迎她。来，阿甘姐，谢谢你的到来，阿甘姐。阿甘姐今年80岁了，感谢她的到来。OK， 现在我是本周家训，我有一些报告。缅甸崇拜是每个星期一，时间是5点到8点。马来文查经班是每个星期一的晚上8点，通过 Zoom， 由 Pastor Effendi 牧师带领。中文查经班是每个星期二晚上8点，通过 Zoom， 由我们的馆长老牧师带领。祷告会每个星期三，这个是实体的祷告会，欢迎弟兄姐妹来教会一起祷告。为国家，
为人民，为我们弟兄姐妹来祷告。阿们。英语查经班每个星期四晚上八点通过 Zoom， 由 Pastor Samuel Wong 以英文来查经班查读经。每个星期六早上八点到九点是晨祷，然后每个星期一到星期六早上九点半到十点是在管事专科中心有灵修祷告的店，每逢星期四时间是十点到十一点半，由 Pastor FND 牧师代祷。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七节说，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 Amen。 关怀社区关怀事工，我们这教会有办一个我们教会有这个社区关怀事工，是帮助需要的人在物质以及精神上的帮助，然后同时把福音带给他们。任何详情请联络 Donny 弟兄或者 Johnny Lau 弟兄。阿杜兰关怀中心，我们教会也有创办一间关怀中心，服事对象是有需要的乐龄人士，请弟兄姐妹为这事工代祷。生活小组，教会有建立一个生活小组，是通过我们的生活小组来在不同的家敬拜学习圣经和祈祷，请弟兄姐妹们多多参与这个生活小组，请联络 Sister Lilin。 青少年团契，每逢星期六两点半中午两点半到四点半，以我所知我们 Pastor FND 牧师有教导吉他，我很高兴的告诉你们，最近我们有几位姐妹都是上了六十岁的来学习这个，差不多是有六十岁或者六十岁以上的来学习吉他。吉他由我们 Pastor FND 牧师教导，我们把这荣耀给上帝。但是我更欢迎青少年多多参与，因为这个是属于青少年的活动哦，好吗？我们的青少年水培菜园在教会路口处有开卖，这个是无农药的蔬菜，是从农场新鲜收获的，支持我们教会。在这个地点是在曼包甘蹦阿拉的水培农业，这个是无农药的，也希望弟兄姐妹多多支持。这个讲到提供免费打鼓给大家，刚才讲了，就是说我们的 Pastor FND 教导，有兴趣的人可以联络他。耶稣受难了和复活了，将于2023年4月7日晚上八点举行耶稣受难了礼拜，时间是晚上七点，晚餐在教堂享用，有烤羊肉，现场烤制，哇，好丰富啊！让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是为了纪念基督的受难和死亡，我们要了解它的意义啊 ，Amen。2023年4月9日，让我们在这个复活节庆祝复活的主，请你们邀请你的亲人和朋友一起参加这两项特别服务，就是耶稣受难了和复活了，请你们邀请你们的家人一起来参加。十一奉献及爱心奉献，弟兄姐妹们可将十一奉献及爱心奉献转账到 OCBC 银行，账户名字 Slamban Life Assembly， 账户号码是74011-47484。好，现在我们将播放一个录影，关于是基督徒复兴婚礼，请观赏。
couples in your plan and purpose. And as these couples are once again, Lord, renewing their vows and setting the covenant straight once again, one to another in your presence. So Lord, tonight, today, in this place, protection and that unity as one, that you will join them. There's one couple that's seated here. They have been married for more than 50 over years. They have lost count. That's the purpose. 这个就是这个主题, I just try to read to you. 我要为你们读一篇经文, from the book of Genesis. 创世纪第二章, chapter 2. 第二章, 创世纪, verse 23. 23节, it says here, and Adam said, this is now bone of my bones and flesh of my flesh. She shall be called woman, because she was taken out of man. Verse 24. Therefore, a man shall leave his father and mother and be joined to his wife, and they shall become one flesh. 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三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I say your matrimony, when that 住在一起, will you continue? 你会继续的, to obey him, 尊敬他, and serve him, and 侍奉他, love, honor, 爱他, 尊敬他, and respect him, and 尊敬他, and forsaking all others, 抛弃一切, and keep yourself to him, and 你只是他跟他在一起, as long as you both shall live. 在你们还活着的时候, woman, what's your answer? 你人, wow, of this covenant that we make with one another. Now, the men, hold your rings. The men, and 男人拿你的这个妻子的戒指. Hold your wife's hand. Left hand. 左手抓住妻子的左手很重要啊 left finger 一定要放进去 four finger 不放进去妻子会走掉啊 four finger 第四个手指无名指是吧无名指啊无名指啊一定要无名指左手的无名指 and man say this to your wife 丈夫这个向他说 you can call her darling by name or sweetheart, or honey, or whatever. 可以叫他爱人，什么都可以，不要叫他老婆，他不老。叫他老婆，爱人。我的第二半，第一半，还有我的什么？丹尼，不要老婆，你有老啊？OK。睡吧，睡吧。 Okay, say this after me. 你跟我重复, I give you this ring. 我给你这个戒指, as a symbol of my love. 象征我的爱, 代表我的爱, and faithfulness to you. 我的忠心, okay, put the ring into your wife's finger. Now, the ladies, the wives, darling. Okay, whatever name that you are used to calling, but not 老公啊, say this, I give you this ring, 我给你这个戒指, as a symbol of my love, 象征这个我的爱, and faithfulness to you. 我的忠心, and now, wives, you put the ring into your husband's left hand, forefinger. I can picture that.
啊，你记得、啊、要有那个啊，这样子。哇哦！恭喜他们这十八对弟兄姐妹们在上帝的见证下再续他们的婚姻。阿们，你们看了会心动吗？想不想要？还没有办的再来来报名，明年牧师明年再办一场，那些还没有办的快快来报名。好，话不多说，我把这个麦交给今晚的讲师以及节目师，我们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牧师。感谢神，圣灵感动到我，我一定要讲，我已经跌倒了，现在我会爬起来，会站在这边，是主耶稣，我每天祷告祷告，当初的时候我是坐着轮椅，现在轮椅我不坐了。
我们是教会去，现在我是用那个拐杖，我相信在不久我都不需要用拐杖，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祷告，祷告。主内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的教会人数不多，但是很复兴，很开心看到。我的心愿就是你们不要跑来跑去的另外一个教会，这个是 过度的教会，你们要跑喜欢就跑，没有控制到你们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病痛终一天我总会好的，阿们。将一切荣耀归我们的主耶稣，阿们。大家祝你平安，很高兴看到你们，好像我好久没有来了。Dr. Dong， 我在教会的一些 Facebook 里面的看到你的消息，我知道你曾经住在医院 度过一段不容易的时间，但是今天我能够不是在医院看到你，而是在教会，你站在神的圣殿，这个圣洁的圣殿，来说出神的荣耀，神的同在。你在依靠这些仪器，gas 那些 oxygen 的那些仪器，不再需要这些东西。我觉得你已经是很棒很棒了，你已经打了一个很好的胜仗了。可能你的病痛还没有完全好，但是你能够从医院变成在这里与我们一起奉耶稣的名相聚在一起，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了。哈利路亚，感谢主， Amen。 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都不知道活多少日子，我也不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生命里面度过很多很多的时间，都是可能是我以为是最后一天了，我也不知道。那上一次我在这里讲的见证，就是我从脚车上的意外，那也是我很接近死亡的那一个阶段。自从那一次之后，我也是觉得我每天的生活都要去好好的活，好好的去为主而活，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主耶稣为我们用他的生命来换取的。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洁净，是他用他的宝血留下洗净，然后我们能够罪得赦免，然后把我们救上这个天堂，让父神喜悦我们。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而是纪念耶稣为我们洗净了这个罪人。所以我们每一天起身的时候，我今天告诉你，我每一天起身的时候，我能够张开眼睛，我能够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我一定是说哈利路亚，赞美主，我还活着。我相信安克东也是同样，他会讲真的话，因为他是从死里面过来的人，是神拯救的一个宝贵的生命。我们不懂要活多久，我们不懂，只有上帝知道。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好不好？好好的去爱上帝把他们放在我们身边的人。教会刚才我很开心看到你们教会举办的这个dedication to your marriage， 这是很好的一个活动，是一个重新你在神的面前和人的面前再次的巩固你跟你的太太的关系，是非常美妙
非常上帝非常看重的一个东西。所以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4跟25节说，妻子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好像基督顺服教会顺服基督一样。然后25节说，丈夫你要爱你的妻子，如同教会基督爱教会一样。基督是怎么样爱教会啊？他是用他的命来去爱这个教会。你看到吗？我们做丈夫的是要用你的命来去为你的太太献上，那你就不怕你的太太不会顺服你，你明白吗？看到吗？所以丈夫做对的时候，太太就会做对的，好不好？我很开心看到你们都是很可爱的，很可爱的一般人，无论是弟兄或姐妹，都在与神的爱来互相相爱，互相的扶持，互相的来帮助哈。OK， 好，那我今天我的时间有限，所以我可能不能够讲太多。但是我要带领你来祷告啊！我只是讲很短的经文，然后我们就会祷告，好不好？在我还没有讲到之前，我很想带领弟兄姐妹先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讲到十字架，十字架的慈爱啊，人们啊，这首歌叫《爱我愿意》啊，《爱我愿意》啊。我教过你们唱的啊，是讲到十字架的光芒啊，让这个温柔又慈祥的光芒啊，带着主的爱的力量向着我们来照亮，好不好？我们来一起唱这首歌。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来允许上帝啊，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啊，我们允许上帝来到我们当中啊，我们敬拜他啊。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摆上，全力摆上。愿主爱，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you
谢谢你，唯有你是配得我们的敬拜，唯有你是配得我们所有的赞美，因为只有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唯你有愿意献上你自己宝贵的生命，把自己摆上，洗净我们的罪恶，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父神面前被他悦纳。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赞美你，因为主你是配得的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阿们。大家请坐。谢谢思琴，谢谢我们的敬拜赞美团，非常美好的带领我们敬拜啊。好，我们要翻开圣经了啊。OK， 诗篇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好，我停在这里啊。 我们一面念，我就一面讲。我不懂你有没有经历过，好像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上帝好像还很久很久都没有回应我们，有没有试过？我相信你有，因为我现在就试过了。那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一直祷告上帝没有回应啊？因为我在新年前呢，华人新年前，大概华人新年是一月尾嘛哈，我大概是在一月头的时候，我应该是中了 COVID 了，但是我不知道。后来我是怎么样知道呢？我开始没有了味觉，我吃东西没有咸味，没有甜味了，我就感觉到好像不对路。我开始这个嗅觉也不敏感，我开始闻不到东西了。我就用一个那个 COVID self test 啊，我就 test 啊，果然就两条线出来了，就证实了我真的是中了 COVID。 那是在一月，大概一月中的时候，但是这个味觉到现在我还是尝不到味道。现在是几时啊？今天是3月25号，对吗？对不对？那你算一算，我是在一月开始到现在将近要3个月了。所以我的祷告就会问神啊，你要我没有味道吃东西吃巴骨爹没有味道几时呢？我天天吃那些了吗？我的朋友说很好吃很好吃，我怎么样回答呢？我的朋友带我去吃好吃的东西，要请我吃，哇，已经给我来，我请你吃这个点心很好吃的，这个我送给你的食物很好吃的，我要，很多时候我要骗他说好吃好吃好吃，我不能够得罪他嘛，对吗？他煮给我吃的哦。但是现在你知道了我在讲骗话。我在2月8号的时候，第一次去到马来西亚半岛其中一个曾经有大复兴的一个地方。你知道在哪里吗？马来西亚有两个地方是曾经有大复兴的，一个就是在东马的，一个叫
Barrio 的地方。Barrio 是克拉比的原住民，上帝非常怜悯他们，使到他们全村的人都信耶稣，然后他们把福音传到巴干拉浪，传到各地的四周围的这些的甘蹦呢 Barrio。 那我曾经去过两次了、那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西马，在霹雳州的一个小地方叫斯兆远，斯雕万。对，我就是在2月8号去到那个地方，刚刚好2月8号就是 Asbury Revival starting， 就是在那当天。我们去那边，其实为什么我要去那边，就是为了我听说那边曾经有复兴，我很想马来西亚会有大复兴，我就要回去看为什么以前有复兴现在没有了，是什么原因，当时候为什么会有大复兴，它的要诀在哪里，我要学到这个要诀。我所知道的就是当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从中国来的一个，对，一个布道家，奉信家叫松桑杰博士。所以现在我就看他的一本书，他的女儿写的，就是失而复得，松桑杰自传，这本书很厚，我每天晚上都在看。原来这个人不简单，他就是他把这个复兴从中国带到这里来，他不单只是把他带到斯雕湾，也把他带到西部去了。所以马来西亚曾经有这样的复兴，就是因为有一个人愿意把他的生命献上，把他的宝贵的这个时间花在跪下来为灵魂得救而祷告，原来是这样子来产生的。我在祷告现在就是，主啊，我们教会没有复兴要到几时呢？我的爸爸还没有信耶稣，我的妈妈都还没有信耶稣，我很爱的家人，我的弟弟我的妹妹还没有信耶稣。上帝啊，求你怜悯我，可能因为我还没有为他们祷告够，我还没有花更好的时间为他们祷告，我没有把好的福音传给他，我可能没有很好的见证。主啊，求你怜悯我，可能就是因为我的家人还没有信主，他们还没有看到耶稣在我的生命里面，求主饶恕我们，求主大大的复兴我们这个人间。虽然我是做牧师，做了10多年的牧师，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他们带来信耶稣，求主怜悯我们，求主使我们在我们的祷告中会有悔改，会有看见神的手再次的复兴我们这个人间。我看到如果我要我的国家复兴，我要我的教会复兴，我要我旁边的人都受到上帝的怜悯和救恩，我要悔改，我要为他们悔改，我要为他们祷告。所以今天从那个斯雕湾回来，我是2月8号回来的，我每一天都在为我的家人祷告。上帝从上个星期就开始了把我从床上叫起来，5点半我就不能睡了，就醒过来了。我还 text 你们其中两个姐妹，请你们为我祷告，因为我不够睡，我很怕我来到这里啊，我没有精神来讲道。但是很好，我来这里，你们的敬拜，你们的喜乐，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啊，哈利路亚！你让我有精神体力来讲道，给了我很大的很大的力量，哈利路亚 ，Amen。所以，那讲回这个复兴，就是上帝要我们，就是坚持到底，不要放弃，神总是会来到的。那我这个没有味道，要到几时呢？你们有人超过3个月的吗？差不多3个月了，我希望不会超过3个月。
我还在祷告求神医治我这个没有味道的舌头，很难挨，吃什么都没有味道，而且没有了胃口，我胃口很少，想吃东西都没有胃口。舌头是干干的，那个嘴唇也是干干的，很快就口渴，口渴啊，很难受，很难受，很难受。我有时候在问神啊，你要我受这个苦到几时呢？我的家人什么时候才会信耶稣呢？什么时候他们才蒙恩得救呢？可能弟兄姐妹，你身上也有一些的病痛，只有你知道。可能你也有自己的困难是没有告诉过别人的，你还也是在讲，神啊，你要我受苦到几时呢？我的家人有一些也欺负我，或者是一些没有好好的爱我，我的苦要到几时呢？我感觉到有些在我们当中，你们是这样子的，感受到自己的委屈，只是你没有讲出来，你没有告诉别人，对吗？很多时候你没有被爱是很委屈的，但是神知道，神知道你的委屈，神听到你的祷告。那刚才我们的 Elisha 姐妹带领我们唱的刚才一首歌，轻轻听，我要轻轻听啊！上帝其实在轻轻听你的叹息，听你的祷告。我们的牧人是听得见你的祷告的，哈利路亚！所以不要放弃祷告，好不好？继续的努力的，知道神必定听见你的祷告，他在轻轻的听，他在很仔细的听，听到你的诉苦，听到你的苦处，听到你的烦恼，听到你所有的苦闷，是你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只有你自己知道。等下我们要来敬拜，我讲完之后，我请你来把你的苦处来到这个祭坛前，把它倾诉在神的面前，让神来安慰你，让神来加添给你力量，好不好？让神来安慰你，让神来给你知道他没有抛弃你，他还是很爱你，很珍惜你这宝贵的生命，他来就是要救你。哈利路亚， Amen， 好不好？好，第二节我们看第二节，好不好？弟兄给我看第二节。好，第二节说，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身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那你的苦闷，有时候你在很想，心里面在想着要怎么样，你要筹算，就是要算，要用多少钱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有些我们当中可能在欠债，可能你在想我要怎么样把这个债还清呢？你也不懂，你很愁闷，你觉得你的敌人魔鬼已经胜过你了，你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会很苦闷，很苦很苦，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你会讲，我的愁苦要到几时呢？终日的愁苦，就是终日，就是整天，从头到尾的一整天。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身高压制我，要到几时？我的仇敌是谁？你我的仇敌不是你的家人，不是你的太太，不是你的孩子，其实我们的仇人只有一个，就是撒旦魔鬼。他来就是要偷窃、抢夺、杀害我们，使到我们脱离了神的这个永生的盼望，使我们脱离了神的祝福。所以你的敌人很多时候好像是胜过你了，
你的敌人好像高高的压制你，因为你被他的这些加在你身上的困苦来直到你好像透不过气来，你很苦闷，因为上帝的帮助还没有来到，不是不会来，只是还没有来到啊，记得啊 OK， 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当神说我必定拯救你，是不是 会来 救你，肯定会来的，因为他是上帝 Amen。 所以这个我相信，我这个 味觉我相信神必定会医治我，虽然现在我还没有得到医治，但是我凭信心相信他必定会得到医治。哇，你都为我讲 Amen 了，哇，谢谢你你给我很大的信心，你比 我更大的信心，哈利路亚，谢谢你。哎呦，不是，你的会友真的很棒，很喜欢你的会友好，第三节我们念啊，第三节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求你应与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那这是他的祷告了，他开始祷告了啊，这个诗人，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我的神啊，求你看看我，不要忘记我，求你看顾我。神会不会看顾我们？肯定会，因为他爱你，你是他的孩子，对不对 OK， 好，所以这个诗人做对了啊。所以你当你很苦闷的时候，很愁烦的时候，你记得来求神，来向神祈求，不要掉入那种被撒旦魔鬼试探啊，让你怀疑上帝啊，上帝不爱你了，上帝离开你了啊，不要相信那些谎言，明白吗？因为上帝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他只是让一些的试验让你经过，使你的信心能够被考验，被提升，然后我们就会成为更有信心的人，好不好 Amen， 好不好 OK， 好。那现在这个诗人我就学到他了，我现在每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是五点半四点半，有时候三点半我就起身来，我不能睡觉了，我做什么呢？我就祷告了，我就开始用方言祷告，祷告了之后我就看圣经，我就开始从圣经里面听神的话了，神的爱就继续的刚强我的心，不然的话我就整天会怀疑哦，神几时你要医治我啊？神几时你要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我的孩子的问题啊，我的丈夫的问题啊，我的家人的这个问题啊，我的债啊，那你会注重在这些问题上，不是注重在上帝的能力上啊。当你离开了那个主要的关键，上帝要我们最主要关键，其实让这些难关或者是试验让我们经过的时候，他是要引领我们，我们会投靠他，我们会依靠他，我们会信靠他，我们会求他来看顾我们，好不好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走对了路了，上帝会应允你的祷告，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牧人。 Amen OK， 好，我们念下去第四节，我们看第四节啊，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死了。那再次的讲回，我们的仇敌是谁？撒旦魔鬼。我们一起说撒旦魔鬼，不是你旁边的人OK， 好不好？不是你太太，也不是你的丈夫啊，也不是你的孩子，你的敌人，我们大家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撒旦魔鬼 Alright， 所以记得不要怪你的太太不够顺服，也不要怪你的丈夫不够爱你，可能他还要一些时间学习，好不好？怜悯他，你用上帝的爱爱他，你就会得到回报，好不好？
OK？ 啊，OK， 现在是敌人，好像是要胜过我们，啊，敌人在我们那边摇动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怀疑上帝，所以我们不要中了他的那个诡计，我们不要中了他的那些骗话，啊，不要听他的骗话，我们要相信上帝的话，好不好？我们时常要来听神的话，然后信神的话，顺服神的话，我们就得到了最大的益处，就是我们得着力量，得着胜利，胜利最终会临到我们坚持到底的人，我们不放弃，相信上帝到底，我们就会得胜。 Amen， 让我们坚持到底，我们深信啊，我们就会得胜。哈利路亚。好，我们接下去快要完了啊，第五节，第五节是什么？但我依靠，依靠什么？你的慈爱。哇，原来是上帝的爱我们是依靠的，不是依靠我们的力量，不是依靠我们多聪明，我们多么有本事，我们多么会赚钱，不是。很多时候我发现原来，你看我现在这个舌头是没有味道的，我能够靠什么？ Dr. Guan 有没有药医？这个我很想去找 Dr. Guan 的，你知道吗？今天我想了很久哦， Dr. Guan 究竟有没有药医我这个东西啊？我就上网看哦，诶，这个东西是没有药的，我去找他，他也没有救不到我啊，他可能叫我多多读圣经啊，多多祷告啦，啊，求上帝了啊，对吗？对不对？多多乖，我去也是白去的，等了一两个小时啊，也是他没有办法救我，所以幸好我读到这节圣经哦，我要依靠你的慈爱，谁的慈爱？是上帝的慈爱。那有一首歌我时常有唱的，我不懂你没有学过。这首歌，我看一看啊。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哦，你们也会唱哦。我要唱，我们一起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用我口，用我口叫人知道，叫人知道你大心事，你大心事，你大心事，用我口叫人知道你大心事，直到永远万代。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很简单的一首歌，我其实好多年好多年没有唱了，当我念这些经文的时候，上帝竟然向我想起这首歌。原来我好小的时候，我十三岁信耶稣的时候已经学会这首歌了。原来这句话就是叫我要知道耶和华的大慈爱是直到永远的，他不只是今天罢了，他不只是一个小时爱你罢了，你看到吗？你的 boyfriend 可能都一天爱你罢了，当你发脾气就说，你不可爱了 ，sorry， 我会找另外一个，sorry， 对吗？人的爱太有限了，弟兄姐妹，我们人真的很软弱，但是上帝的爱却不一样。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不是小慈爱，是伟大的爱，直到永远啊！因为上帝的爱是永不止息，永不改变。
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 ，Amen。他说医治你，他就会医治你；他说拯救你，他必定会拯救你。Amen。哈利路亚。只要你不放弃，你必定会领受到上帝的祝福。哈利路亚 ，Amen。好，刚才我们念到哪里？第五节，啊。第五节说：“但我依靠你的慈爱，然后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有什么事情会使到你很容易快乐了？除了救恩之外，你想想，你信耶稣容易吗？不容易哦。我信耶稣也好不容易哦，我差点给我爸爸赶出家了嘛。我信耶稣，因为那时候我家人没有一个人信主，我是第一个，除了我叔叔之外。我们家人因为我信耶稣了，我就不吃那些拜过神的那些祭物啊。哦，他们讲哦，你不爱我们了，不孝敬我们了，我们叫你做的东西你不做了啊，我很多的抗拒。然后我整天去教会，他们也不喜欢了，所以我不容易，我信耶稣也不容易。所以弟兄姐妹，我同情你们那些不容易信耶稣的人，但是你的救恩是不简单的，是要经过很多的难关，是耶稣也不容易的，他要背起十字架，被人鞭打。被人钉在十字架，又为你留下宝血，舍弃他的生命，才能够救你的。所以你要为着这个事情来感恩，好不好 ？Amen。每一天你想到耶稣的时候，你会说谢谢耶稣，你没有放弃那个十字架，因为你想到我，你想到要救我，你想到我的时候，你不会放弃。有可能你会放弃，如果你没想到我，谢谢你耶稣，你愿意跑完。走十字架的路，你愿意为我钉十字架，不容易哦。如果有一天今天呢，你忽然间掉进 一条河，快要给河水震死了，但是有一个人来救回你，你会不会快乐？你会不会高兴？肯定高兴，肯定快乐嘛，对不对？就好像我从那个脚车掉下去的时候啊，是我那个好朋友 Pastor Mervyn Lim，他也是曾经来过这边讲道，是他把我叫那个 ambulance 载我去医院的，如果没有他我早就死掉了。所以他是我在十人班，我时常告诉他说 Pastor Lim 你是我来十人班最大最大的祝福，所以你是我生命里面最好的朋友，除了耶稣之外。所以我时常我都抱他了，巴斯林，我谢谢耶稣让我认识到你，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我的命是你救回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的命我的命是耶稣基督用自己的命，自己宝贵的身体被钉十字架换回来的一个生命来的。所以你说我看到我的好朋友巴斯林，我会不会开心？我不会快乐，一定吗？因为是他救我的嘛。所以耶稣是救你的人，所以你要应到，因为耶稣曾经救过你，时常快乐，好不好 ？Amen。好，我们要讲完了，最后一句了啊，最后一句，诗篇十三篇第六节，我们一起念啊，一二三，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上帝怎么样用厚恩待你啊？要好好的去思想，上帝有没有曾经给你恩典？如果有的话，请你好好的记得，好不好？不要忘记人的恩典。我们华人都会讲，我们的恩人，我们不能够忘记。就比如说我们的爸爸。妈妈，尤其是妈妈生下我们，
我们要孝敬他，我们要报恩，对不对？那这位耶稣曾经用厚恩，上帝怎么样拯救你，医治过你，曾经帮助过你，曾经让你认识到你身边那些认识耶稣的人，非常爱你的人，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来的，你看到了吗？所以上帝不是用薄的恩哦，这给你一些 tips 罢了哦，不是。圣经讲得很清楚，上帝是用厚恩哦，你看，他是用很厚很厚的恩啊，厚恩就是很大很大的恩典降临在你的身上啊，我们是用之不尽的这个恩典。所以我们感谢不感谢上帝，我们感恩不感恩，今天要好好的感恩哦。我们今天真的是来上帝面前，我们能够呼吸，我们能够站起来，我们能够活着，我们能够有这个宝贵的生命，被医治被拯救的生命，我们都要好好的为主而活，好好的为我们家人而活，好好的为我们的太太丈夫而活，为我们的孩子而活，好不好？ Amen、啊、我讲到这里为止、啊、OK 好，我现在我讲请我们的司琴上来，我们唱这首歌，这首歌我曾经在这里唱过的、啊、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记得、这首歌叫做我的生命献给你、啊、今天我们唱的时候，我希望你会照着这个这首歌里面的这些歌词，把你自己的宝贵的生命献给你最爱的耶稣，好不好、啊、完全顺服他，学习完全的、敬拜他啊。那我们唱一次之后，第二次唱的时候，所有你们要祷告的人，那我没有时间一个一个的祷告，那当你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会祷，你不要以为自己不会祷告，那你会讲神啊救我，就是祷告了，好不好？神啊医治我，就是你的祷告了。你不一定要一些牧师啊，一些布道家按手在你身上，不一定要的，可以吗？神听你的祷告，好不好？听我的祷告也会听你的祷告， Amen。 好，我们唱第二次的时候，你就来到祭坛前开始来祷告，把你的生命献给神，让神来释放你，让神从你的苦处当中把你的愁苦你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你会有肯定的信心从这个门走出去，知道神的爱必定会光照你，看顾你，给你更大的信心去面对你明天，好不好？哈利路亚，来我们唱。献上生命，你是什么 key？太低了，给我 A 可以吗？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前面开始祷告了，也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圣殿是我的一世奉命，你的血
耶稣已经把他的生命献给你了，他的爱已经大大的彰显在你我的生命上。弟兄姐妹，你的苦处上帝知道，只是你不要在你的苦处里面继续的被魔鬼来折磨了，不然的话你就会被魔鬼撒旦魔鬼占了便宜，你会慢慢的对神失去了信心。如果你需要祷告的，我鼓励你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说，神啊，我要背起我的十字架，我要跟随你，虽然不容易，我愿意顺服，我愿意顺服，我愿意来侍奉你，因为我的苦唯有你知道。因为当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你才会得到真正的释放，真正的自由。如果你不愿意，上帝也帮不到你，我也帮不到你。我再次的把这个祭坛打开，很快的我们就要散会了。好，我们再唱一次的时候，你要祷告的话请你来，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到仰望上帝。好，我们一起再唱啊，我们再来一次啊。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相服，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向神呼求，向神来祷告，求主来帮助你，主啊帮助我，主啊救我，主啊医治我，我需要你。爱的耶稣，我要完全顺服，我要完全顺服，是的主啊，给我你厚厚的恩典，生命献给你，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里，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前面的每一位姐妹弟兄，我一次的祷告好不好，为你祷告，我在台上祷告啊。主啊，你听到他们的祷告，每一位站在我前面的这一班
可爱的孩子们，是你以你自己的宝血洗净的孩子们，你用自己的生命献上的孩子们，主啊，你爱他们，他们是你宝贵的孩子，你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你从来没有离弃过他们，你一直以来都在拥抱他们，要带领他们。主啊，今天他们来到你的面前，把他们自己的生命献上。主啊，他们要完全的顺服，来到依靠耶稣。主啊，我求你的恩典，厚厚的恩典，来到遮盖他们，直到他们能够大大的品尝耶稣的恩典，来到宣告你的美名，然后来到称赞你是配得的上帝。主啊，帮助他们胜过他们的难关，胜过他们生命里面的一切的苦处，使你听见他们的祷告，你听见他们的呼喊，你听见他们心里面说不出来的叹息。主啊，你让他们今天晚上能够拥有上帝的安慰，回家去好好的能够平安的，有温暖的睡在他们的床上，因为知道耶稣的爱拥抱着他们。主啊，你让他们走出这个教堂的门的时候，他们是拥有上帝的恩典和大爱在他们生命里面，他们能够信靠耶稣基督的能力和大爱，能够让他们度过生命的每一个的难关，胜过每一个的困难。主啊，你让他们得胜，得胜再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奉耶稣基督最有力的名字我这样祷告。哈利路亚， Amen。 神赐福你，带着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典和圣灵的慈爱啊，圣灵的相聚离开啊，带着神的祝福啊，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啊。